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广佛华严经普贤恨愿品，唐继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。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甚功德已，告诸菩萨及善财言：善男子，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，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劫相续演说，不可穷尽。若欲成就此功德门，应修十种广大恨愿，何等为十？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勤转法轮，七者请佛注视，八者常随佛学，九者恒顺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善财白言：大圣，云何礼敬乃至回向？普贤菩萨告善财言：善男子，言礼敬诸佛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陈述诸佛世尊，我以普贤恨愿力故，身心信解如对目前，悉以清净身语意业，常修礼敬，一一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陈述身。一一身遍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陈述佛。虚空界尽，我礼乃尽，以虚空界不可尽故，我此礼敬无有穷尽。如是乃至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礼乃尽。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此礼敬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语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称赞如来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刹土，所有即为一一城中，皆有一切世界即为成数佛，一一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，我当悉以甚深甚解现前之见，各以出过辩才天女为妙舌根，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，一一音声海出一切言辞海，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，穷未来际相续不断，尽于法界无不周遍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赞乃尽。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此赞叹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语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广修供养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城中，一一各有一切世界，即为城数佛，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，我以普贤恨愿力故，起身信解现前之见，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。所谓花云、幔云、天音乐云、天伞盖云、天衣服云、天种种香、涂香、烧香、墨香、如是等云，一一亮如须弥山王。然种种灯、酥灯、油灯、烛香油灯，一一灯柱如须弥山，一一灯油如大海水，
以如是等诸供养具，常为供养。善男子，诸供养中，法供养最。所谓如说修行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摄受众生供养，待众生苦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善男子，如前供养无量功德，彼法供养一念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百千俱之那由他分、迦罗分、算分、数分、欲分、优婆尼沙陀分，亦不及一。何以故？以诸如来尊重法故，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。若诸菩萨行法供养，则得成就供养如来，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。此广大最胜供养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供乃尽。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，我此供养亦无有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忏除业障者，菩萨自念：我于过去无始劫中，由贪嗔痴发生口意，作诸恶业无量无边。若此恶业有体相者，尽虚空界不能容受。我今悉以清净三业，遍于法界即为尘刹，一切诸佛菩萨众前，诚心忏悔，后不复造，恒住境界一切功德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刹乃尽。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，我此忏悔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随喜功德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成数诸佛如来，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，不惜生命，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劫。一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头目手足。如是一切难行苦行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，深入种种菩萨智地，成就诸佛无上菩提，及波涅盘分布舍利，所有善根我皆随喜。即彼十方一切世界，六趣四身，一切种类所有功德，乃至一尘，我皆随喜。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，有学无学，所有功德我皆随喜。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，我皆随喜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喜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勤专法轮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围城中，以一个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围城数广大佛刹，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，一切菩萨海会围绕，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，殷勤劝请转妙法轮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，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
复次善男子，言请佛注视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成数诸佛如来，将欲示现波涅盘者，及诸菩萨，声闻、缘觉、有学无学，乃至一切诸善知识，我悉劝请莫入涅盘。今于一切佛刹，即为成数劫，为欲利乐一切众生，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劝请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常随佛学者，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，从初发心精进不退，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，剥皮为纸，吸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即如须弥，为众把故不惜生命，何况王位、城邑、聚落、宫殿、园林一切所有，及于种种难行苦行，乃至树下成大菩提，是种种神通，起种种变化，现种种佛身，处种种众会，或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，或处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，或处转轮圣王、小王眷属众会道场，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，乃至或处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众会道场，处于如是种种众会，以圆满音如大雷震，随其要欲成熟众生，乃至示现入于涅盘，如是一切我皆随学。如今世尊毗卢遮那，如是净法界虚空界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所有尘中一切如来，皆亦如是。于念念中，我皆随学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学，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恒顺众生者，为尽法界虚空界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，所谓软身、胎身、湿身、化身，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，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，种种身类、种种色身、种种形状、种种相貌、种种受量、种种族类、种种名号、种种心性、种种知见、种种欲要、种种异形、种种威仪、种种衣服、种种饮食，处于种种村营聚落、城邑宫殿，乃至一切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，无族、二族、四族、多族，有色、无色，有想、无想，非有想、非无想，如是等类，我皆于彼随顺而转。种种尘世、种种供养，如敬父母、如奉师长及阿罗汉，乃至如来等无有异。于诸病苦为作良医，于师道者是其正路，于暗夜中为作光明，于贫穷者令得福藏。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，何以故？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，则为随顺供养诸佛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，则为尊重尘世如来；若令众生生欢喜者，则令一切如来欢喜。何以故？
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因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因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。譬如旷野沙砾之中有大树王，若根得水，枝叶花果悉皆繁茂，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，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诸佛菩萨而为花果，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。何以故？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是故菩提属于众生，若无众生，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。善男子，汝于此意应如是解：你于众生心平等故，则能成就圆满大悲；以大悲心随众生故，则能成就供养如来。菩萨如是随顺众生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顺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普皆回向者，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，皆悉回向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愿令众生常得安乐，无诸病苦。欲行恶法，皆悉不成；所修善业，皆速成就。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开示人天涅槃正路。若诸众生因其积集诸恶业故，所感一切极重苦果，我皆代受，令彼众生悉得解脱，究竟成就无上菩提。菩萨如是所修回向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回向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善男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。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，则能成熟一切众生，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恨怨海。是故善男子，汝于此意应如是知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已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一切世界上妙七宝，及诸人天最深安乐，布施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，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，经而所佛刹，即为成数劫相续不断所得功德。若复有人闻此愿王一经于耳，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。或复有人以生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依似句记，速能除灭五无间业，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，乃至佛刹及为尘数一切恶业，皆得消除一切魔君夜叉罗刹，若鸠盘图，若毗舍蛇，若不多等淫血啖肉诸恶鬼神，皆悉远离，或时发心清净守护。是故若人诵此愿者，行于世间无有障碍，如空中月出于云翳，诸佛菩萨之所称赞，一切人天皆因礼敬，一切众生悉因供养。此善男子善得人生圆满普贤所有功德，不久当如普贤菩萨，
素得成就微妙色身，具三十二大丈夫相。若生人天所在之处，常居圣足，悉能破坏一切恶趣，悉能远离一切恶友，悉能制服一切外道，悉能解脱一切烦恼，如狮子王摧伏群兽，堪受一切众生供养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我到台湾来，这次来啊，到今天才见着太阳。台北就一直在阴晴当中，天天下雨。那么今天呢，仗着大家的福德智慧，那么天都出了太阳了，你看太阳很大。刮风下雨，现在科学家可以能够以科学仪器知道，但是我们人类生病他能知道吗？或者找医院检查，说一掀就知道了，那你要生病，人的死亡寿命长短能知道吗？还有为什么人有穷的有富有的，有很年轻就死了，像我这个年龄现在94岁了还不死呢，你能知道吗？贫富瘦有，你能给他断定了吗？你能知道吗？谁也断定不了。为什么？人类你所做的，你自己做的，来断定你自己的寿命长短，你自己做的事情来断定你贫富寿夭，都是自己做的。因为啊，我们只能看见现在，不能看到过去，你也看不到未来，没这个智慧。在我们佛教讲叫学这种智慧，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很不平等。为什么？贫富寿夭不平等啊，应该都一样，因为他做的不同，个人做的业不同，你自己做的业自己受，平等吧。咱们经常说话，自作自受，不羡慕别人，他是他做的，你是你做的。这个学习像什么学习呢？这你得向佛陀学习。佛跟我们说的这些方法，就他是明白了，就觉悟了，就彻底觉悟的人。那我们学他的方法，我也能够觉悟。佛教一直讲因果，就是自己造的因，结的果，那你就自己受。不要羡慕别人，你自己去做就好了。而你做好事儿得好报，这是世间常说的，
你做坏事就有坏报，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没报，没报时候没到，到时候就报了。前生做的，前生没有报，今生报了。过去在我们佛教有几句话啊，夫妻两夫妇是缘分，有恶缘有善缘，没有缘聚不到一起。现在的缘呢很短很短啊，说离婚难件很多，离婚难件很多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那个缘，没有那个缘。儿女是你欠人家的，人家欠你的，说儿女是债，有讨债有还债，无债不来。例如这些事儿啊，在佛教故事里头，特别地藏菩萨圣德大观有这么一本书啊，是农一大师记，那个农一大师跟那个弘一法师记述历代祖师所记的，就极的圣德大观，就说这些个因果报应，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感应吧，感应，说你自己做什么你就受什么，这平等吧。佛讲是讲因果的，但是你学佛了，第一个能进入的你也能相信的，就讲因果报应。讲因果要报应的含义，就是让你看一切事物平等平等。因此呢，你多做好事儿，别做坏事儿。教育人，每个人说信佛，信佛的目的是什么？解决困难啊！佛法是能给你解决困难，但是不是现在？是我现在就求解决困难，能做到不能做到呢？也能做到，但是你得付出，没有付出啊，没得好果不会来的了。人家看见摩那和尚，第一个吃素，他不伤害众生，那别人就不伤害他了，这个大家懂吗？你不伤害别人，别人不会伤害你，那是畜生，畜生会变人，人也会变畜生。六道轮回，轮是转的，旋转的意思，旋转是天生你吃他，再来生他就吃你，一样的。因此佛教第一个就讲的相信因果，